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识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挽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好棒好棒。你几岁？35。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好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承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耶、yeah, 好棒好棒耶、yeah. 谢谢。